Oh, sekarang boleh. Ah, boleh. Seronoklah ada cameraman. Yeay. Kerja.但是很冷，我们必须要去救自己人。我的拇指已经不能动了，拇指。我们在跳动，我现在跳动。现在我们在 Kyoto 站，很多人，很冷，我们的手。不能讲话，那时候我们在外面的时候，现在这里有一个保温的地方，那我们要进一些站里面买手套，手套这样手已经不可以动了。OK， 什么护照？坐板机，在那边的四条横岩钉。坐板机，有直接到机场的那么一种票，你就进去去那个大厅问他，你说我要去，就需要你下车转一下，就是比较便宜，但是比较慢。这个大桥，看，一进来就没什么位置了。你看现在放两个 luggage， 已经付了，蛮大完了。我们终于到了。好厉害啊！嗯，他这样子是手。跟他，马里娜也是这样。先脱鞋子，等一下。要唱歌了吗？冷气已经开着了。51000，大概是1800，1800。一个电视机仔，有 information， 有这些毛巾。你看一下厕所，这样子看。啊！什么鬼？这样子？哎，你站进去那个厕所那边。我直接用不了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什么鬼？我要穿到这样子，你看，这样子的手都还是会 freeze。我终于到家了，好像大厅。Body shop
有潜力。不是 body shop 啦、啊。这不是 body shop 啊 ，body shop， 哈哈。这个什么？是谁的吗？是什么？你可以看到星星吗？星星。Okay, 现在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保暖了过后，放置了全部东西过后，再继续去吃东西。我们刚刚吃了一个牛肉啊，不是什么猪肉的，猪肉的饭在 Family Mart 买的，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咖喱饭这样子。太好吃啦！超级好吃，我们活回来了。现在我们又再去活多一次。学校，而且是小学校的。哇，是什么？你吃麦当劳还是吃？不要，我要吃 Oden。现在我们在 Beverly Mart 又再度出击，我们要去看一看它什么地方。有人讲不是很热。桥啊，我们来到一个桥。泰国餐啊。泰国餐。Thank you.